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都是。给我闭嘴！啊！白眼狼，金钱判断向上写着，二米粒儿他三十二岁，转过上门，驸马郎齐家人也住上，悔婚那儿真荒唐隐瞒，妻子良心丧，逼得今日生大堂和装置押。这干啥呢？这是啊！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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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完了！这干啥呀？这是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怎么乱七八糟这一家人？哎呀！哎呦妈呀！你咋来了呢？啊！不是，你这都啥月份了？你还往外跑啊？你这是干啥呀？这没事吧？妈妈，你看！啊！哦，这么回事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来来来，给我开价！哎，你别动，你再把你给伤着了。哎，你进来，你这干嘛呢？我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。就是出事儿了，这不正审着呢吗？钱顺风，你就个陈世美，你就个臭不要脸的！今儿你要不告诉我这女的是谁，我就弄死你！她是谁？她是谁？她是谁？说，朋友嘛。是吧？哎，他们不知道咱俩啥关系啊？嗨，这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。嗨，我说他们咋误会我了呢？啊、是这么回事儿、哎。你别说了，说啊，说，来来来，你慢点。哎呀，就这两天的事儿呢，你说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呀，欠她老公一点钱，她老公呢前段时间就出国到国外办工程去了。他呢就跑我公司来给我要钱来了，我也没钱呢，他就跟我说：“钱顺风啊，你不会因为这点钱跑了吧？”我说：“我能跑吗？我拖家带口的啊！你要不信的话，我天天到你家报道去。”就这么的，我天天到他家报道，四五个月了，我这钱呢也没周转过来，他这肚子可一天比一天大了。你想，我跟他老公是朋友啊，对吧？我不能不管呢。我就照顾他，就照顾了四五个月，他就挺感动，就说：“顺风啊，不行，这钱不要了。”那不行，我钱顺风做生意欠钱必须得还。我都说还了，你说你今天你还跑来干啥去？不是，我好几天没看你人影了，我寻思你别再因为我这点钱再想不开。妈呀，我有啥想不开的？我欠钱欠多了我呀。所以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呀，钱顺风那钱不要了。看见没有，就这么回事，就这么点事儿。嗯。青天大妈妈，咱可以结案了吧？哎呦，孩子们，你们闻着没？我包子好了，包子好了，我想，哎呀，我就想吃这口。哎，慢点，我来扶你。媳妇儿，我扶你吃包子了。少来。哎，你说你欠钱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哎呀妈，这都是正常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，我都跟你说，让你跟着心烦。放心吧，这就是我钱顺风的一段逆风期，钱顺风马上就要刮回来。你又不缺钱，怎么赶风呢？你看，那死出呗。咋的了？这赶紧跟包子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热乎了，热乎了，太热乎了。孩子，包子，哎呀，趁热乎吃一个。哎呀，我今天吃这个，吃哪种？咋的了？要露馅儿！哎呀，商量！喂，兄弟，你老婆要生了，你不信呐？不信你听啊，生了。